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进化。今天咱们选的是银河奥特曼，银河奥特曼身上这个铠甲是非常的漂亮的，是吧？红色，然后上面有点蓝色，还有白色，太帅气了。这个不应该说是白色，应该说是银灰色。好，今天咱们对战的这个小怪兽是一个小电兽，它的必杀技是浑身发电。这个必杀技非常的难对付，只要它全身都是电流的时候，咱们上去，哇，那一下那个酸爽，是吧？好，咱们必杀技走一个，漂亮，再来一下，咱们就可以来。你看这个电流，我去，直接给它电的弹回去了，太吓人了，是不是？看看，哇，根本沾不着它，沾着它咱们就被电倒了，甩不死你，小样，这里电我是吧？好，必杀技再走一个，给我倒一下。收下你的气概，是吧？好，咱们继续下一关。咱们这一关对战的这一个是马格玛星人啊，不是马格玛星，巴尔坦星人啊。巴尔坦星人这个就像一个大龙虾一样，两个大钳子，是吧？他的必杀技是一个风声术，也是挺厉害的。最厉害的时候，他可以封成无数个巴尔坦星人对我们发起攻击，还会一个闪现。他的技能都是蛮吓人的。这个好，咱们与泰罗奥特曼合体，哇，合体过后就让这个巴尔坦星人趁虚而入，打了我们好多下。咱们小必杀技走一波，哎呀，这个动感风光波竟然给他躲过去了。好，这个家伙太过分了，咱们这一招都让他躲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连环技也是相当到位的。好，咱们小屁孩再来一下，哇，还是没有把他打趴了。所以说这个巴尔坦星人还是非常的强悍的，比一般的小怪兽要强悍的多。我是老王，喜欢老王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。老王在这里给你们抱团了，谢谢你们。小样，你还想站起来给我斗是吧？你给我倒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个必杀器给他挡下去了，太尴尬了。咱们还是得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发动咱们的必杀技。要是离得太近的话，时机不对的话，咱们必杀技很容易让这个巴尔坦星人给打断了。好，这个家伙出招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好，把咱们把它扔飞了。这一下，这一下不用咱们别的必杀技了，已经躺下了。好了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老王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